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史话》，我是李素。钱学森这个名字对于二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并不陌生，《经济史话》的大跃进系列，呃，有一点有关钱学森的情况。可以说，钱学森是现代中国最著名的海归人士。那么，这位当年美国著名的科学家为什么回到中国呢？ 今天我们说说钱学森1955年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来龙去脉。先说一段可能大家都知道的钱学森的轶事，就是他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呢，在报刊上发表了鼓吹粮食能够高产的文章。1958年。 六月十六日，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他在文章中说：“如果合理的利用每年每亩地上照射的太阳光能，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和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钱学森的文章呢，很快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文汇读书周报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月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呢，对钱学森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啊、呃，你在那个时候呢，敢于说四万斤的这个数字不错呀、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的。” 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的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呢，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毛泽东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前新华社高级记者、前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成对钱学森的评价是。 钱学森这个人是一直紧跟政治的，他政治上不甘寂寞，他在政治上一直紧跟，在什么时候都紧跟，一直到死前都是紧跟。所以这个人在中国的口碑不怎么好，包括在科学界的口碑也不怎么好。杨继绳还说，我们那时十八、十九岁，呃，对钱学森呢，认为是科学的偶像。 呃，是了不得的。中国青年报当时是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是上千万份的报纸，所以呢，文章一发，谁能不信呢？我们年轻人是相信的。钱学森讲的很有道理啊，他是科学家呀、啊，顶级科学家呀、啊，怎么能不信呢？而且不是一篇文章，是两篇文章啊，一篇接着一篇的发。当时中青报发行量很大，再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这个杂志也是影响力很大，青年人呢都看的，是半月刊杂志，是个发行量很大的刊物。于是这两篇文章成了钱学森紧跟政治风气、为吹牛造假推波助澜的证据。好了，我们现在言归正传，谈谈钱学森当年海归的来龙去脉。钱学森在美国是个精英人物，他曾经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这两所学校呢都是美国的名牌大学。他是著名的加州理工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那里是美国专门研究火箭和导弹的顶级研究实验机构。他还曾经是美军上校，可以接触到顶级的机密。钱学森在中国更是大名鼎鼎，他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 高调返回中国，立即得到重用，成为中国导弹和火箭研发的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他长期担任主管中国军工生产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国防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拥有解放军中将军衔，对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过极大的贡献。两弹一星指的是原子弹、氢弹、导弹。 和人造地球卫星，钱学森后来还担任了中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钱学森去世。但是他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两种观点，各执一词。 中国官方的说法基本上是，钱学森当年是出于爱国，从美国回到中国。中国《扬子晚报》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报道，在获悉钱学森逝世的消息后，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做了调查，主题是在钱学森一生的闪光点中，啊、呃、哪一点最令人印象深刻？ 网友评价最高的是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国，排在第二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排在第三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钱学森参与两弹一星研制，显然。 对于为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中国人最敬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而是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报效祖国的爱国壮举。事实上，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正是钱学森当年的海归壮举。新华社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报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第二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八百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伦，随即准备全家乘坐。 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根据五角大楼，也就是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美国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人民日报》海外版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的一篇文章说：“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 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人民中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泛指的中国，尤其不是指钱学森当年离开中国时的那个中华民国。《人民日报》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报道。 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二十年。” 一直是中国国籍，也就是说，根据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钱学森爱国，因此海归，一切顺理成章。西方媒体在报道钱学森时，从来没有提到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而返回中国，而且证据表明，钱学森开始的时候并不想返回中国。 而是要留在美国，但是美国政府将他递解出境。钱学森当年想留在美国，这在美国是公认的，即他在1948年或者1949年曾经申请规划为美国公民。美联社2009年11月1日报道，1949年就在蒋中正的国民党部队被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前夕，钱学森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中，这个写道：“目睹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钱学森返回祖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1949年。” 大陆限共前夕，钱学森决心规划为美国公民。这位华人作家张纯如的背景呢是这样的，呃，各位可以自行判断一下张纯如的话是否可信。张纯如1962年出生在美国，属于第二代移民。张纯如的父母呢都出生在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占领中国大陆时呢，张纯如的父母跟随家庭去了台湾。张纯如写过三本书。 第一本，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第二本，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第三本，二零零三年出版的《美国华人史：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初一百五十年华人史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它的英文名字呢叫《Rape of n a n k i n g 他获得过很多个奖，得到过很多荣誉，呃，也是著名的华人的百人会的成员。张纯如呢，后来患上了忧郁症，在出版第三本书之后的二零零四年自杀。呃，我原来这个办公室呢，有一位同事叫唐兆阳，啊、呃，唐先生呢是国军空军的后代，啊，自己呢曾经在这个国军空军服役过，是战斗机的飞行员。 他对当年日本侵华恨之入骨。一九九七年，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这个英文版刚刚出版的时候，唐先生呢在办公室里呼吁大家都买这本书，推动这本书呢上畅销书的这个排行榜。作为对张纯如的声援，呃，我当时呢也响应了这个呼吁，买了一本。 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出版的《美国航空周刊与太空技术》在年度人物钱学森一文中，也认定和引述了张纯如有关钱学森曾经申请美国国籍的说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发表署名方天宇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将中国带入太空的人》。方天宇写道。 钱学森1947年去了中国，发现这个国家处于极度动荡之中。几个月后，钱学森带着新婚妻子返回美国。这对夫妻在等待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同时，寄出了入籍申请。显然，他们准备把新家安置在美国。资料显示，钱学森的大儿子钱永刚1948年10月13日出生于美国。 也就是说，钱学森夫妇在一九四八年就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有一点需要说明：钱学森的妻子蒋英在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八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经否认钱学森申请过美国国籍。 钱学森当年想留在美国的另一个证据是，钱学森曾经为了留在美国，与美国移民局打了五年的官司。显然，在当时他并没有急于回中国。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早期开始，美国执法部门呢就已经了解到，有人说钱学森与共产党组织有联系。但是钱学森不仅继续保持着能够接触美国最高军事机密的授权这个资格。 而且呢，还在一九四八年申请规划为美国公民。然而，在一九五零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从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了钱学森曾,曾经和周恩来的特使接触，而且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于是呢，取消了钱学森接触机密工作的授权。《洛杉矶时报》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报道，钱学森在美国的精彩事业，在一九五零年。 戛然停止。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他是一个颠覆组织的成员。钱学森把自己的东西装进八个箱子，准备前往上海。他说，他和妻子和两个小孩要回家乡探望年迈的父母。钱学森说要回中国探亲几个月。然而，有关部门从他的行李中发现了一些据认为是机密的资料，因此不予放行。 随后，美国司法部指控钱学森在入籍申请中隐瞒曾经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这个事实。公共广播节目《世界》，二零一七年二月六日发表一篇马修·贝尔的文章，题目是《一位美国培养的科学家被缔结出境，成为中国的火箭之父》。 文章引述新美国基金会的彼得·辛格的话说：“仅仅由于钱学森参加了一个据信由加州帕萨迪纳共产党人组织的聚会，他的请求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就被拒绝了。美国移民局也因此启动将钱学森驱逐出境的程序。但是美国军方认为钱学森了解机密太多，回中国对美国不利，因此提议暂停将钱学森。” 递解出境的进程，禁止钱学森离开美国。正如《洛杉矶时报》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的报道所说，尽管联邦官员从一九五零年就开始了递解出境的程序，但是呢，由于认为他对于可能被敌国利用的敏感的军事事务呢知道的太多，因此他被阻止离开美国。也就是说，钱学森一方面。 是美国政府要缔结出境的对象，另一方面呢，又是美国政府禁止离境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从1950年到1954年的五年之中，钱学森似乎并没有急于争取取消美国政府禁止他离境的禁令，而是集中精力撤销对他的驱逐令。他一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支持下聘请著名的律师。 格兰特·库帕尔同美国移民局打官司，争取撤销将他递解出境的命令。但是《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说，钱学森开始时争取不被递解出境，不过他后来改变了主意，争取返回中国。对于他要被驱逐出境，他终于放弃抗争，而是积极争取返回中国。1954年，钱学森争取撤销美国移民局驱逐令的上诉。 终于败诉。尽管对于他的离境禁令，那时还没有撤销，但是结局已经明晰，就是他最终会被美国递结出境。对钱学森的离境禁令，第二年，一九五五年解除。一种说法是，美国认为五年之后钱学森掌握的美军机密已经过时；另一种说法是，钱学森秘密联系了中国。 中国和美国谈判，用十一名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交换钱学森。后一种说法并无确凿证据。对于西方媒体关于钱学森被迫回国的说法，钱学森显然一直都知道。据《科技日报》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报道。 钱学森在1985年3月9日曾经给中国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写信说：“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福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做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 历史不容歪曲。这封信的这段话有几点值得质疑。第一，钱学森1935年时保证要回的祖国是哪个中国？在这封信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钱学森将1935年时说的“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的祖国，就是中华民国治下的中国，和1955年他实际上回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中国相提并论，显然是要证明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也许有人会说：“呃，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报效祖国就是报效中国，哪个中国并不重要。”这些人也许不知道，如果钱学森说的祖国是中华民国治下的中国，当时很可能被扣上国民党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而钱学森1985年那封信中，拿50年前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承诺作为依据。钱学森所说的“祖国”显然不是指中华民国治下的中国，而是指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钱学森是不是故意撒谎，我们无从所知。但是至少他的这种说法是误导性的。 也就是说，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报效祖国，当时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不可能是钱学森1935年时的意图。我相信钱学森1935年时所说的“祖国”应该是中华民国治下的中国，而不是他后来回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中国。因为如果他在1935年就相信中国共产党， 会打下天下，而且保证要回到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服务，这很难令人信服。毕竟，一九三五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红军从南方根据地败退，进行所谓长征的异常艰难的时期。如果钱学森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远见，对共产党就有这种信心，就向共产党做出了承诺，这份忠心当然是异常的宝贵。 然而，从钱学森当时的环境来看，很难得出这种结论。钱学森出身名门，其父钱均夫曾经留学日本，担任过民国政府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家庭生活优渥，学业也是顺风顺水。1934年从交通大学毕业以后，考取美国庚子赔款公费赴美留学生。当然，这一切并不能说明钱学森当年没有对共产党打下天下。 有信心。不过，在钱学森前往美国留学之前的一九三五年，建议他去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空气动力学的是清华大学空气动力学教授王世卓。王世卓让钱学森到南京的中华民国空军第一修理厂和在南昌的中华民国空军中央航空机械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以便决定未来留美的学习方向。 王世卓是中国早期的海归，他1928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1931年回到中国，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1934年设计了中国的第一个风洞，这是航空研究中的最重要的技术设备之一。后来，中华民国筹备空军中央航空机械学校，任命王世卓担任筹备处副主任。后来。 任命他担任空军中央航空机械学校教育长，国军中校军衔，后来晋升为上校。一九四五年，王世卓被任命为中华民国航空工业局副局长。一九四九年以后，王世卓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被捕，就是钱学森回到中国的那一年，罪名是潜伏特务，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改判。 后来，在一九五六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长期受到迫害，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得到平反。如果在一九三五年的时候，钱学森得益于王世卓的栽培和帮助，他当时即使是要回国报效，也很可能是中华民国。当然，钱学森在给他的中国国务院某领导的信中。 并没有提及当年建议他到美国学习空气动力学的导师王世卓，不知道是因为王世卓的中华民国空军上校的背景呢，还是因为王世卓最多能证明钱学森1935年时表示愿意学成回国报效，但是那也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个旁证。 《中国人民政协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发表了一篇署名周自强的文章，题目是《钱学森留学报国》。这篇文章提到，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蒋百里，在一九三五年底从德国考察回国途中，曾特地去麻省理工学院，鼓励钱学森坚定学习航空的意志，实现留学报国。 蒋百里是中华民国的陆军上将，曾经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他所说的“报国”，应该不是中共建政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蒋百里的女儿蒋英于1947年嫁给了钱学森。第二。 钱学森信中所说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福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一世。只是钱学森的一家之言。戴中福恰好在钱学森写信的一九八五年去世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生前提过钱学森保证的这件事。因此，这个保证是否存在，无法证明。 第三，不仅如此，就连钱学森自己所说的“报效祖国”，不管是哪个中国，都未必是真实的。因为根据记载，钱学森曾经先后两次拒绝了中国召唤他回国报效的请求。第一次召唤来自送他去美国公费留学的中华民国政府。一九三九年，钱学森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完成了他的学业。 根据《中国人民政协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的文章，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于一九四零年给钱学森写信，要求他回国效力，尽一个庚子赔款奖学金公派留学生的责任。钱学森拒绝了这次回国报效祖国的召唤，理由是当时他的导师冯卡门建议他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进行火箭和导弹的研究。 的确，冯卡门在一九四零年四月二十日给中华民国政府航空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国同意钱学森留在美国从事研究，说这不仅是为了钱学森的前途，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第二次回国报效的召唤是在一九四九年，这一次召唤来自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即将夺取全中国的控制权，希望。 钱学森呢，能够回国参加中共新中国的建设。据搜狐 IT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报道，前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廷穗曾经在一九四九年协助中国共产党动员钱学森回国。葛廷穗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美国工作。据他的女儿、沈阳建筑大学退休物理教授葛运培说，一九四九年五月，在香港大学任教的。 清华校友曹日昌给葛廷燧写了一封信，说北方局指中共北方局，很希望他就是钱学森回来，要葛廷燧呢转交一封信给钱学森，并且希望葛廷燧对他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曹日昌呢在给钱学森的信中说，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设。 各种的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啊。如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啊，遵义如何判次一函？葛廷遂当即把这封信转给了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钱学森，还附上了一封亲笔信。他在这封1949年5月20日写的信中说：“曹兄，那指的是曹志昌。” 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指中共的北方局之主，啊，敦请武兄指的是钱学森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 据地西，北方当局对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之下，一切是有绝对的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效力建设之风气。啊，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据《瞭望东方周刊》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报道，葛廷岁的女儿葛韵培说，钱学森后来也一直保存当年父亲写给他的那封动员信。在一九九三年父亲八十诞辰时，钱学森在贺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没有任何记录显示钱学森当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予以了肯定的答复。 尽管葛廷穗在信中表示，自己五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折觉凄然而自惨，并且表示愿追随武兄之后，返国服务。但是钱学森并没有响应中共的回国报效召唤，反倒是葛廷穗自己于1949年11月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 如果钱学森自己所说的1935年的保证是真的，那么1940年为什么没有兑现公费留学生的承诺返回祖国呢？如果钱学森1935年的承诺是对共产党发出的，而且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做了准备布置，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召唤他之后，不仅没有返回中国？ 反而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呢？《人民日报》海外版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的文章说，在美国居住了二十年的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后来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待在那里，因为我是中国人。” 科技日报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报道说，钱学森常说，在美国的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果真如此的话，钱学森为什么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呢？加入美国国籍要宣誓效忠美国。 当时在美国生活了十五年的钱学森不会不知道。美联社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报道，钱学森曾经一度被捕，并且失去了接触机密的资格，华盛顿启动了将他递解出境的程序。《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 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中写道：“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钱获颁杰出校友奖。该奖项后于2001年由加州理工学院的好友。” 法兰克·马波教授及其夫人送达给钱学森家中。这个马波教授呢，于1955年钱学森离美时呢，曾经去这个洛杉矶港口去送行。而钱呢，也在离开美国的时候呢，发誓再也不来美国了。航空周刊在提名钱学森为2007年年度风云人物时候的这个专文中呢，对这段历史的记述也大致吻合。 对于钱学森返回中国的原因，美国媒体报道了一些人的猜测。《洛杉矶时报》十一月一日报道，钱学森开始时呢，呃，争取不被地绝出境，不过他后来改变了主意，争取返回中国。对于他要被驱逐出境，他终于放弃抗争，而是积极地争取返回中国。一些助手说，他感觉到受了羞辱。 呃，因为他对美国的忠诚受到了质疑，因此他开始的时候呢，想洗清自己的名声。他一九五五年回国之后呢，便投入研究。一些人认为这是他处心积虑的报复行动。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一九九五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他在书中写道：“钱学森的学生艾旭利揣测，钱学森。” 遭驱逐一事，使中共科技发展得力，而美国蒙受损失。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为了写这本书，张纯如在一九九一年采访了当时在美国的钱学森的大儿子钱永刚。钱永刚一九八六年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 呃，这个学校呢，就是他父亲钱学森当年学习和任教的学校，而且由于父亲的关系，免试入学。他1988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毕业以后呢，留在美国工作了三年。张纯如写道：“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 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做客，然后一脚踢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没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 对1950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要表示歉意。只要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在钱永刚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钱学森当年毅然海归、报效祖国的骄傲。 而是对美国将他递解出境的愤愤不平。美国《航空周刊》与《太空技术》2008年1月7日刊登的一篇介绍钱学森的文章说，他不情愿回国的举动很难被称为爱国行动。可是，这点在那个时候，而且现在仍然被中国官方的历史观所忽略。其实，中国红网2009年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 颇为冷静客观。文章说，今天的年轻人或许觉得钱学森等一代大家，不论科学成就或人文高度，都是后人高山仰止无法企及的。事实上，并不然。钱学森早年曾申请美国国籍未遂，其毅然回归祖国，爱国主义情怀故事主要因素，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歧视、打击和排挤。 也是重要原因。而在美国，目前普遍的观点是，当年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捕风捉影，缺少证据，处理不当。后来将他遣送回中国，使中国的航天和导弹工业得到飞速发展，这是美国政府的重大失误。我是李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